第32题，在某工地中有甲乙两台最大功率不同的起重机，相同时间内两台起重机所能举起最多的砖块数和高度关系如附图所示，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将相同的数量砖头移到相同高度时，甲所做的功较少，这个是错的。我们相同数量的砖头表示我们的质量一样，相同的高度就表示我们所增加的位能一样。功能原理所做的功等于能量变化，它们变化的位能相同，做的功就会相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选项 B 相同高度时，甲可举起的砖头数小于乙，这个是错的。我们从图上看到，我们在相同高度的时候，甲所举的砖头数比较多，乙所举的砖头数比较少，所以呢，选项 B 是错的。C 在最大功率运作下，将相同丢量的砖头移到相同高度，甲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这个图是在相同的时间内，我们发现在相同的时间内，用一样的砖头数的甲能够抬的高度比较高，乙能够抬的高度比较小，所以就表示要如果是抬到相同的高度，甲只要花比较少的时间。事实上这张图就是告诉我甲的功率会比较大，所以选项 C 是对的。选项 D 在相同时间内，乙所举的砖头数越多，高度就越高，这个从图上看就是错的。我们发现砖头数比较多的时候，乙所举的高度会比较低，所以选项 D 也是错的。因此第32题问我们说，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我们答案选的是 C， 在最大功率运作下，将相同数量的砖头移到相同高度时，甲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